那个时候方仁珍带着孩子呢到东北去的，在哈尔滨。嗯那个时候，然后是所有的妇女孩子啊都搬走了，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打仗的时候，是我也想去看一下。嗯高岗嘛就一起到了东北。哦，一到东北嘛就住在他家里，住在高岗家，住在高岗，他住楼上，我住楼下。那个房子就是原来的法国领事馆。哦，二平。哦。哎，他就把我扣下来了，到那里面政治秘书。是。高岗呢是陕西人，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4月呢，他和谢子长、刘志丹等人呢一起创建了中共陕北根据地。毛泽东率领中共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啊，高岗是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兼总政委和红军的第十五军团的副政委。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呢，高岗曾经担任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呢显然对高岗十分欣赏，他说呀，白区工作刘少奇是模范，边区群众工作高岗是模范。在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局，高岗呢任书记。当时呢，中共的这个南方局的书记呢是周恩来，华中局的书记呢是刘少奇，可见高岗的这个地位之高。在1940年代，中共进行内部清洗的延安整风期间呢，高岗成为毛泽东整风的主将之一。毛泽东就这个说过，他说经过延安整风啊，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已经正式将高岗划入了毛派。延安整风之后呢，中共随即在这个1945年4月召开了第7届全国代表大会，高岗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进入了由13个人组成的中共领导核心。1945年11月。高岗被派往东北，随后担任了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地位呢仅次于中共在东北的第一首长林彪，主管后方建设和支援前线，成绩斐然。他颇得林彪的这个赏识。林彪率领第4野战军呢打进关内之后呢，高岗就成了中共东北局的第一书记兼东北军区的司令员，将东北的经济建设呢搞得有声有色。1945年10月2日，父亲李锐和母亲范云珍离开生活了6年的延安，前往热河。因为中共中央决定，随着抗战的胜利，中共中央迁往热河。然而，随着中共军队曾克林部神速进驻沈阳，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决定迁往东北。原来的中共冀热辽中央局变为分局，由程子华领导。11月，父母到达热河省承德后，父亲李锐担任刚刚接管的《大众日报》社长，母亲范云珍担任报社的副总编辑。这份报纸后来又改名为冀热辽日报，成为中共冀热辽分局机关报，去接管东北。所以另外呢，就新业的快步就派干部头部去接管东北。我们这批人先走的呢是在热河，我就接管大众日报。我问他们，我去了以后不久，可能不到半个月，不就7、8天，他们就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就来管，我来管这个报纸了。我和范云珍来管这个报纸了。1946年7月，国军攻占承德，冀热辽日报社转移到临沂继续办报，报社家属则撤离热河。母亲因为即将临产，随家属队撤退到齐齐哈尔。1947年6月，中共军队夺回赤峰。报社随冀热辽分局一同迁至赤峰。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高岗
到热河视察共产党在那里的土改工作，既找当时《介绍日报》社社长的李瑞了解情况。这是父亲第一次跟高岗近距离接触，印象极佳。父亲在1947年10月12日给母亲的信中写有这样的话：高岗同志于八日夜抵赤峰，事业与一尘，我单独一人在他处谈了5-6个钟头，分居下乡了。出乎意外的谈得痛快，对这位领导，他所谈的比我们所感觉的要严重与尖锐。我们平时也常提意见，那是数目多，基本还是我们对党严肃负责态度不够，如从不好好研究分局指示文件，从中发现问题。这次谈话增加了我的政治勇气，使我领会应如何大胆看问题。父亲在1947年10月1日、30日又连续给母亲写了2封信，对高岗的崇敬之情跃然纸上。前后和高岗同志长谈了4-5次，得益极多，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增加了自己看问题的方法。怎样才不是官僚主义领导，贯彻土改 ABC， 特别增强了政治勇气。我较深刻检讨了自己过去之患得患失，对党真正负责不够，自己领导的官僚主义群众作风差。高岗来后，工作起质的变化，整个工作有起色，报纸也有了起色。母亲对父亲的进步感到高兴，1947年12月17日回信说：你以前之消极安于现状，无论如何是有缺点的，显然高岗同志来后你已有改变。父亲还在1948年元旦给母亲的信中极力赞赏了高岗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高岗这次不来，热河土改局面是很难大改观的，现在却有了一番新气象，干部积极性提高了，信心也增加了，办法应有了。一个人的作用如此大，而高岗还是坐汽车下乡的，经验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既常年在乡下，也住穷人家，对低能的无经验的人，是小局面也扭转不过来的。父亲还在信中说，高岗的思想极明确，魄力袭人，讲话是生动而通俗的，变成文章就还需要加点功，稍条理化。与高接触很多，得益当然很多。看完第一篇文章下乡，扯了几个钟头闲谈，也扯了他对傅尊同志等的评论，这都是不能写出的。高岗的作风是很勤快，仔细听人家意见，开会详记笔记，了解情况，追根到底，放手让你讲话，开会随时插言，把问题深入弄明确，或及时纠偏，提意见无丝毫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的，对新事物敏锐，下面反映的生动材料随时引用，加到自己的思想里去。他到赤峰，到那天晚上找我谈话时，就征求我对分局每个同志的意见，并说出自己的看法，引导对方放手谈。和他谈话是毫不拘束的，批评人很刺骨，是击中要害的。对这里一领导同志，他征求我意见时，我谈不出中肯的来。他接触后告我，此人作风庸俗，谈正经大问题时嘻嘻哈哈，冲淡过去。他也必谈自己的优点，自己成功的地方，告我对待问题要有独到之处。父亲在1948年1月4日的信中又说，高岗来扭转了这里的局面，他立即接触下面，让下面大胆讲意见加以启发，立即到农村和农民见面，跑了许多地方，问题肯定，有了发言根据，把意见明确提出，分局就能接受了。现在这里有了新气象，干部的情绪也高了，办法也有了，高岗对报纸也起了很大作用，
以自己的行动传播对如何利用重视报纸的影响。高岗来对报社帮助很大，到处对人讲要重视报纸，自己就这样做。东北日报两个社长一个礼拜找他三次，我们现和他联系很密切。这次开会我就抓紧要了两辆苏联新汽车，书店现在也归我们来办。这两年来存在主要问题，领导官僚主义不懂利用报纸，与自己实际经验理论修养差情况下之长期苦闷，以及高岗来之扭转局面，现在情形转好。高岗后来到任何的检测工作，首先就碰到我，他充分的利用了我，所以他后来跟我的关系搞得那么深。高岗是个很厉害的人，很厉害，而且是有他的见解，这个人很聪明的，回去是个很聪明人。他这个到仁和以后跟我密切接触以后啊，跟我谈了过去很多事情啊。我记得你啊，我大概在材料里面都揭发高岗的时候我写过材料。我就印象深点，他就讲到他跟毛泽东第一次见面。跟毛泽东啊在陕北啊。对。因为把高岗这些人救出来嘛，毛泽东也起个作用嘛。是。毛对于他周围那个在延安时代那几个人的看法，毛跟他讲过对陈云的看法。陈云是个什么人呢？他跟高岗讲，许叶子掉下来怕他脑壳，这是湖南人的评语。讲这个人呐，小心谨慎呐，没有作为啊。树叶子掉下来怕打脑壳，这是湖南人形容人的人，就把陈云就看成啊，就高岗跟我谈了很多事情。对，他谈陈云怎么讲的呢？就毛泽东讲陈云啊，树叶子掉下来怕打脑壳，就陈云这个人胆子小，办不成大事。高岗跟我讲个什么故事呢？哈尔滨没有解放的时候，在附近一个县待着，他跟陈云住在一起。他会打枪，他在我的玻璃门窗户旁边呢，架了一挺机关枪。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土匪队伍很多，魏军呢很多，非常危险。他在那个局面，他又不，陈云是不会打枪的。当然关于周恩来也讲过一点，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在延安整风就是整王明的，整周恩来嘛。是。所以我就理解了高岗跟我谈的，理解了延安呢，他提拔高岗了。这有个本质问题，毛泽东喜欢绿林豪杰，喜欢那些干革命的厉害的人，就是农民领袖。父亲李瑞认为，由于高岗的到来，分局工作有了明显改进，报社也受到重视，而且大多数撤退到东北的家属都已反社，便想劝当时因不满中共冀热辽分局工作作风而执意滞留在哈尔滨的母亲范元贞也返回热河工作。他在1947年11月1日写信说，高岗来后对你过去之坚不愿回有较多感性了解，现在更希望你能回，能从你身上学的一些东北作风。工作信心现在是有的，主要是对自己能不断进步有了信心。现在乡下环境很好，你要直接全部参加工作团也没问题，我也想能全部下去一个时候。但是母亲不愿意回热河，他转到哈尔滨旁边的阿城县，担任阿城糖厂的副政委。
父亲想去一趟哈尔滨当面劝说，因此决定1948年2月随高岗去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用父亲的话就是公私兼顾，一方面和那里的报人们交流经验，另一方面也可见到母亲。父亲在1948年元旦这天写信给我的母亲，告知了他的东北之行。高岗在此约再待2月即回，赵已允我东北之行，只要高岗如实能走，我走是确定了的。他去冀东回来，再回东北，那是1948年2月了。那个时候范仁珍呢，带着苗苗我的儿子在哈尔滨。那个时候也北热河也比较安定的了，我就去省亲吧，去看一下，就跟高岗一起到哈尔滨，他就把我扣下来了。高岗扣下李瑞给他当秘书，自然与他在热河视察时李瑞这个笔杆子留给他的好印象分不开。父亲在他的李瑞口述往事中是这样说的：我跟高岗到哈尔滨就是想说服范云珍回热河，大概因为缺一个笔杆子，到了哈尔滨高岗就让我留下给他当政治秘书，公私兼顾，我就留下了，正式当他的政治秘书。从1946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林彪随军队行动，东北局的日常工作由高岗主持，程子华领导的中共冀热辽分局归属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1947年10月，高岗到热河指导土改工作，在向李瑞了解情况时，李瑞对他表示了对程子华的不满。他首先第一个就找我谈话，我就把分局的情况给他谈了，我也对程子华他们有意见。程子华1905年6月20日生于山西运城，1926年6月加入中共，第二年受中共派遣进入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学习，曾经担任中共红军第25军军长，抗战时期曾担任八路军冀中军区政委和晋察冀军区代理政委，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曾经担任中共军队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及第4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中共建政以后曾经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商业部部长、民政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岗是47年到人过来检查工作，那个时候我是报社的社长，就是把程子华，因为很多人告状程子华不行，要把程子华撤换。对于这一段历史，程子华在《程子华回忆录》中有不同的回忆。他回忆当时的土改说：1947年秋后，左的东西逐渐抬头，一些地区出现了侵犯中农的错误缺点。这年冬天，高岗到热河检查土改工作，他不仅不纠正左的错误缺点，反而说热河的土改工作幼了。他提出了热河的富农都是封建的，实质上是重复了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时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错误。高岗在热河的一个冬天，在土地改革中推行极左政策是犯了错误的。根据父亲李瑞的回忆，高岗当时至少对待中农的观点是激进的，当时刚好中共中央下发指示纠偏，于是高岗及时刹车，马上转向在分局开会做了一个报告，我帮他的忙写好了，瞧瞧中央又来一个电报，对中农啊要特别照顾怎么样，他的报告里面没对中农来讲的比较厉害怎么样，他第二天见到我他就很慌张，哎呀那我那个讲成跟中央有区了，我说我帮你改了。
所以他对我就。高岗到热河不久以后，将冀热辽分局书记程自华调出，回到野战军专任军职，冀热辽分局随后也撤销了。高岗当时对土改的想法和做法相当左倾，而李锐却认为程子华不行，对高岗十分佩服，这应该源于他与高岗思想的某种吻合。父亲1947年11月1日给母亲的信中说，要分地主土地，不要怕损伤富农。他在1947年4月5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述，今天冀东报告群运，去年他们曾有错误的四二指示泼冷水，掌握毛主席思想真不是易事，什么事多反复三思总是好的。河北谈起枪毙恶霸张澜，原先全村人连村干在内都说张是好人，都骂告状的张老婆是刁妇，但事实恰恰相反。1948年3月10日至31日，东北局召开九省二市书记联席会议，总结研究东北地区土地改革问题。3月28日，高岗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父亲在李锐口述往事中回忆说，这份报告是他起草的。我为这次会议起草了东北局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我到了东北就在那个帮他干了什么事情呢？两篇文章我记得主要的是，一篇文章回到东北以后，就总结开了三个月的会，总结东北土改的经验教训。那个时候高岗到热河不是好几个月吗？对，东北有海丰负责土改。那个会议我从头到尾参加了。海丰很左。很准，好几个县杀掉几十万人。所以东北土改就总结海丰的错误。那个时候呢，黄克诚也参加了会。黄克诚，我记得黄克诚站起来讲话。不是因为抗战争的胜利。东北那个时候比江西还左，他批评这个开封，批评开封，所以这篇东西呢，我联系高岗呢，只是开幕去了，结尾去了，这个篇东西是我写的，我帮他搞的整理的，这篇东西在东北日报都是全文登了。中国组织人事报2017年4月27日刊登的文章，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叙述，在这次总结土改工作的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陈云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实际上东北土改中的极左行为是中共中央当时的指示所产生的直接后果。1947年10月10日，中共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的文章说，在东北土改运动开展三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十一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文章指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有许多左的规定和倾向。文章还指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据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的由戴茂林、赵晓光所著的《高岗传》描述说，当年的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后来回忆，由于我们对中央有些指示和政策界限吃透不够，也发生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打击面宽，一些地方出现了打杀过重的现象，
个别地区农民进城清算了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我省土改本来已经差不多了，但当时土地会议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们对左的东西顶不住，左的偏向就发展了。中国传记作家陈观仁所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书中，有关罗荣桓的一章中认为，在东北土改问题上，高岗和凯丰的观点一致，都是极左，而罗荣桓则反对极左。在中共中央发出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的指示后，高岗由衷地说，还是罗政委高明，政策水平就是比我们高啊。后来高岗倒台，这笔账就全都记到高岗的头上了。1955年3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说，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1946年至1947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领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突出。但是到了1948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1947年12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污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这种说法和程子华的回忆是一致的。程子华回忆，高岗为了逃避自己极左的责任，把土改打击面扩大化的极左责任推给当时程子华担任书记的中共冀热辽分局。父亲李锐在1948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对他作为高岗的秘书所参加的这次东北局会议是这样记述的。12日开始参加听东北局的会议，真是胜读十年书，将每人发言摘出领导思想的五点教训：一、崇拜自发性，放弃领导，做了群众的尾巴，助长农民的军产思想，片面强调评估；二、对东北阶级情况了解差，划阶级有错误，没记住毛主席团结 90% 的基本方针；三、对过去工作未很好总结，对下情了解不具体不及时，没分清时和地区情况，左倾情绪笼统反右，追求运动规模，运动解决一切，既未提出防左，发现偏向又没决心及时纠正，上面怕泼冷水，下面怕地缚思想；四、干部的政策策略观念模糊，教育研究差，盲目性片面性，摇摆不敢坚持，又无纪律束缚，乃至修改政策；五、干部思想追服重于分地，两个月主要时间与努力用在追服，无限度，以此作为斗争彻底标准，一切偏向打击面宽，地富不分，工商学打杀等均与此密切有关。其实当时凯丰只是中共东北局的委员，根本不属于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一类的核心人物，将东北土改中的极左行为完全归咎于凯丰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高岗也不过是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所以无论把东北土改极左的责任推给凯丰还是高岗，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在为中共中央开脱责任。不过高岗秘书这一新职务显然大大开阔了李锐的眼界，使他对中共上层的运作有了亲身的经历。在父亲生前同我不断的交谈中，我能感到这是他自以为和中共其他那些部级官员的最大区别之一。然而随着父亲更多的近距离的接触高岗，
他对高岗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人呢，我的四个字，绿林豪杰。哎，我是知道他的好处、同长处、同短处。嗯嗯。哎，这种人是打仗，干什么处理人事什么很厉害。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在他家里，就看到了他的具体情况。他住楼上，我住楼下，一天到晚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在中共党内，高岗生活作风不好，爱玩女人是出了名的，甚至有一种说法说，高岗曾经在1934年就强奸过民女，两次受到处分。父亲在他1986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就有记载：高麻强奸妇女，当年几乎挨枪毙。高麻指的就是高岗，因为他当年有一个外号叫高麻子。他老婆在哈尔滨的时候是干部子弟小学的校长，那个子弟小学很多女老师长得好的都弄回家让他睡觉。他喜欢下围棋，晚上找我下围棋，把电话机放下来。有一次下到他又下不过我，有一次到晚上12点了，范文珍就用英文写一个条子让我回来睡觉。他的老婆叫做李群，他是在延安结婚的了。是李群长得很漂亮。啊，他最厉害是会打李群，这个我们在楼下都知道。哇。父亲还在他的《李瑞口述往事》一书中回忆，高岗对老婆很坏，动手打，有一次甚至揪着李瑞群的头发从楼梯上推下去。我后来离开他有一个因素，就是怕他搞范元贞。还说高岗文化不高，又不爱读书，好玩，跳舞下棋玩女人。对这个人的印象，绿林豪杰。对，生活乱来。对，没有文化。这个人呢，我实在是看不惯那个生活上的一些东西。看不惯。高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太好。也不读书。但是绿林豪杰，自己能打枪。但是就是，个人品德太差，这个同文化也有关系，文化有关系。这个旧文化、封建文化有时候有某一种好处，它也有它一定的好处。结果在担任高岗秘书8个月之后，父亲李瑞找了个借口，离开了高岗。我对高岗有看法，离开了高岗。1948年10月，李瑞开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政治秘书。Yeah.